主席，有關這個鉛水啊，同埋呢個鉛水變成呢個血含鉛嘅問題嘅惡化咧，係令人滾到關注嘅。咁由開始發展到即係最近咧，政府喺危機處理方面啊，姿態咧就好高嘅。啊，好多個司局長多次出嚟面對傳媒咧，即係就好似好認真，好似好積極，好似好盡責。但係就姿態有，就冇實際。實際上尋找問題、尋找呢個根源同埋呢個嘅追究責任呢，就輕輕放下。咁呢個可以話係即係近期政府做嘢嘅一個嘅普遍態度，係咪？即係好多嘅官員犯錯，錯完又錯，可以繼續坐喺個位冇事啊。咁話啲政府行政施政失誤，咁呢就無需問責下台。咁所以我哋見到即係呢一次嘅結果呢，亦都唔會感到驚訝啊。咁靠政府自己行政調查揾出錯誤呢，可以話係一種不切實際嘅期望。咁我好希望啲即係執法部門啊，特別廉政公署呢，喺呢個問題方面真係可以追查啊呢個嘅禍根啊，好似呢個嘅多年前短裝事件咁樣呢，係抽查到揾係追查到呢個嘅元兇，同埋呢成諸於法。主席，我哋睇返成個問題呢，即係早前呢，當個問題發現嗰陣時呢，即係好巧合嘅，承建商又好，房屋署嘅官員又好，可能喺房屋署官員嗰個嘅提供資料建議之下，啲問責官員嗰個嘅講法呢，就將個矛頭全面指向呢個嘅水喉嘅承建商。但係好有趣喎，主席，喺呢個嘅七月嘅時候呢，喺今年七月十三號嘅時候呢，有個市民就喺呢個洲際酒店因陶軒食飯嘅時候呢，就見到有三位男士喺度高聲談話啊，即係目中無人咁樣呢，好似成個地方係佢咁樣嘅，隔離都聽到曬佢講乜。咁大約喺呢個12點30分嘅時候呢，有一個嘅其中一個男士呢，就好有信心同埋好權威咁樣講呢，同其他兩個人講：放心啦，已經同房屋處講咗㗎啦，已經叫佢哋呀，主席，將個視線推落呢個林德森嗰度。前後政府官員嘅講法一模一樣，我同啲人同呢、這個啊人士即係嗰個講法，放心啦，我叫咗房屋署咁做啊。邊個咁權威啊，主席？署長有冇落呢個命令呢？嗰、那個又唔係署長嚟㗎喎，係咪？咁當然睇下隔離聽到呢啲嘢嘅人啊，呢、這個市民又好嘢喎，成個 video 拍晒，跟住呢就影埋相，知道晒嗰三個人嘅樣。咁其後喺 Facebook 嗰度傳閱之後呢，啲記者好嘢喎，記者揾到呢一位叫其他兩個人放心嘅人呢個身份喎，原來呢個人就係一間嘅工程公司嘅負責人，未有調查結果，我不便講佢間公司名啊同埋個姓名啦，但係啲報紙其實已經報道㗎喇。咁所以你見到成件事，承建商原來同房屋署某啲人係有溝通㗎喎，嗰個溝通可以合作到，同埋可以真係呢一個公司型合作喎，真係呢個係公司型合作嘅典範啊，主席，可以話係，係咪？合作到可以大家將嗰個嘅焦點擺喺邊一個人嘅身上，同埋可以權威到私人承辦商嘅人可以叫房屋署嘅人執行佢個指令喎，真係。李嘉誠都冇咁巴閉啦，係咪？我聽返一啲高官同我講，即係李嘉誠，即係個仔呢，好多年前搵佢傾過某啲嘢呢，提咗啲建議呢，即係佢都好含蓄咁樣呢，係呢個嘅拒絕咗咁樣啊，展示一啲政府官員應有嘅獨立嘅態度。咁但係呢個似乎真係公司型合作喺梁振英管治之下呢，一個新嘅里程碑。咁但係好失望地，喺打得嘅司長領導之下去調查，
竟然呢啲問題冇人要負責喎，冇政府官員要負責喎。佢冇上網睇嘢嘅咩？佢啲職員冇將呢啲資料提供俾佢嘅咩？佢唔會覺得有任何疑問喺整件事裏面有關嘅官員涉及到貪污舞弊嘅情況嘅咩？主席，如果你睇翻當年呢一個嘅短裝事件嘅調查，喂，短裝事件都係成座樓做好曬，嚇、啊、入埋火咁滯，至突然間發覺，咦？點解嗰個 lift 啲門閂唔到啊？啊，點解有啲位置有問題啊？跟住追查落去，全面調查之後，然之後至發現原來有啲嘅工程係漏咗一啲嘅程序，漏咗一啲嘅要求。咁、啊、所以當年呢就稱為呢個嘅短裝嘅事件。當時承建商呢按合約係需要喺預製嘅喺個地基嗰度呢打入預製嘅應力混凝土空心裝，以支撐呢個住宅嘅樓宇嘅。合約都定明呢佢嗰啲等裝嘅深度呢必須要符合規定嘅。但係廉署調查後發現裝柱工程承建商嘅員工涉嫌呢個嘅篡改多棟嘅住宅樓宇嘅裝柱嘅設計，並且用各種嘅手段誤導建築工程顧問公司，令到佢相信呢嗰個裝柱嘅長度符合合約所規定嘅標準。如果你睇翻呢一個嘅鉛水事件，有好多嘅問題，同埋有合約方面，我當初睇嗰陣時候就覺得，咦，同短裝好似喎。是吗？我当时已经高啊，即是这个的大声公开要求廉署要介入这个调查，也都要求官员追查每一个的过程啦。为什么合约是这样定的？是吗？咁当然其后有些的讲法和当初政府某些的官员的讲法，发觉其后先前有些讲法是不尽不实啦。是吗？包括说整个预制组件是没有抽查的，整个预制组件是靠那些承建商做好出来呢，你是信他做好嗰啲嘢呢，房屋署係無需睇嘅。咁嘅官員都無需負責，局司長係咪主席，即係咁嘅官員成個預製組件喺內地做，你一個平常人都會感到內地做啲嘢你係咪要查要睇要驗呀、啊、咩都有假啦，民主假民主係呢一個天經地義㗎啦，你喺共產黨嚟講係咪，你菜心又有毒啊，即係鹽都有假，哇，即係連師姑和尚都有假，主席家下真係犀利到係咪。咁所以你話呢個係同市民息息相關，數以十億甚至係百億計嘅工程，有關嘅預製組件喺內地做，你唔作呢一個嘅全面嘅檢驗，包括嘅物質物料同埋個安全度，食水係市民賴以為生的主要的一個的基本的設施，那些水質那些水管你無需化驗，無需確保去符合這個安全標準。如果這些官員設計這些合約是這樣的話，這些官員本身都有這個的專業責任，專業這個的錯誤和這個的失德必須要革職啦。你睇返呢個短裝事件，主席，當年政府自己嘅調查亦都指出有關嘅官員呢刑事佢就查唔到啦，但係有啲官員呢都要作呢個紀律處分。佢當時其中主指責呢就係、是、某啲嘅官員呢係過於啊呢一、這個嘅即係過於安樂啊，即係認為呢佢根本完全冇危機意識，亦都冇任何嘢呢係需要呢一個嘅去做，係咪。咁所以當年立法會主席2001到2003年呢，立法會當年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短裝嘅事件嘅。我哋都相信今日反對呢個鉛水調查嘅議員有部分都係當年呢個短裝事件嘅委員啦。如果你講影響性之大，鉛水事件絕對比短裝事件係更加呢個嘅嚴重同埋廣泛，影響市民係更加深遠啦。
咁所以你見到呢個議事堂，第一啊，可能啲保皇黨嘅議員接受呢個嘅啊北京政府呼籲三權合作，三權合作，立法同行政合作，立法就冇咗監察行政嗰個嘅職責噶啦，合作噶嘛。行政做晒咪得囉，同佢合作仲使咩做啊？好似呢個嘅承建商同埋呢個房屋署個官員合作，咁啊將個責任推晒喺個水喉匠嗰度，就咩都唔使查啦。合作㗎嘛，習近平講三權合作㗎嘛，啲保皇黨咪跟住習近平嘅指揮棒跟住做囉。連當年嘅支持短裝事件要成立調查委員會嘅，今時今日都唔接受立法會成立呢個調查委員會去進行呢個嘅短裝事件嘅調呢、這個嘅鉛水事件嘅調查咯。咁所以呢個議事堂嘅不堪，啲市民又要啊忍受。其實市民都唔接受噶。市民如果有機會俾佢用投票決定，一定啊！如果你問哇喺鉛水事件需唔需要進行呢一個嘅獨立調查，進行呢個公投決定？好似啲大學家咁樣呢，用公投決定俾唔俾啊邊一個做主席，係咪個公投決定，或者係從呢個改變呢一個嘅啊，即係立呢個大學嘅規例啊，唔要呢一個 689， 唔要呢個特首做呢個嘅校監。如果你俾機會香港市民作公投決定啊，我絕對相信市民係一定支持，大比數支持要成立呢個嘅調查委員會。但是公投对保皇党来讲，对共产党来讲是最恐惧的嘛。民意对共产党来讲，在现时来讲是最害怕的嘛。他未执政的时候就是利用民意来推翻这个执政党，推翻这个国民党。到他执政的时候就利用的行政权，利用这个的管治权，升官发财。發大達啦，係咪？李嘉話：哇，中國係全世界最多嘅億萬富豪嘅地區。哇，跟住喺聯合國咧就扮窮，話自己係發展中嘅地區咧，所以咧就唔俾得咁多錢，真係荒謬嘅。你將嗰啲嘅幾多億個嗰啲嘅啊，可能係啲富二代啊，可能係啲紅二代、三代啊，啊或者係啲權貴啊，係嘛？或者係啲官員嘅家人，你喺美國將嗰啲貪污啲錢夾埋啊！都解決咗即係部分呢一個嘅中國內部嘅貧窮嘅問題啦。咁所以主席，即係呢一個問題嘅本質就好清楚嘅。呢個係一個政府喺政策上、程序上、行政上、個人某啲嘅官員嘅操守上，明顯係有嚴重嘅錯誤。呢個錯誤可能係基於疏懶啦，可能是基於恩循啦，可能是基於偏頗啦，亦都唔排除可能是基於貪腐，係咪？你呢個政府少有少貪，即係其實曾蔭權嗰個貪腐比較梁振英嚟講真係少無見大無嘅。最近我見到好多市民，因為有啲知我當年舉報舉報呢個嘅曾蔭權，其實我都有舉報梁振英嘅，係咪？我兩個都有舉報嘅，係咪？都對曾蔭權表示同情。因為大佬最貪嗰個你唔捉，5000萬嗰個你唔捉，呢、這個小貪啊，小貪即係呢個嘅中意呢個嘅小恩小惠嘅，即、就、係、是、你就好似當打大老虎咁。真正嘅大老虎惡霸，你就俾佢喺度繼續喺度為所欲為，係嘛？同埋佢啲流羅親信個個都係嘅，係嘛？發展局局長就跟住呢一個嘅劏房同埋呢一個嘅團地，係嘛？前呢一個嘅市建局，係嘛？个主席亦都系要呢个嘅清盘，亦都发现有其他嘅问题。咁所以你见到梁振英手下呢一班，俾人一个感觉就系一个贪腐嘅集团。咁你出现呢个短裝事件，有乜你又唔怀疑有关嘅人士、啲权贵本身又系贪腐啊？啲议员嘅亲属又系某啲公司嘅董事，系嘛？你见到啲瓜烂藤藤烂瓜嘅关系。呢、这、一個咁嘅制度啊，已經成為一個即係貪污腐敗嘅一個嘅溫床啦。所以你拒絕成立呢個委員會，只係證明呢一個嘅貪腐嘅問題係呢個官官相衛、互相包庇。